年轻的时候，总有人问我们，不做音乐，你会选择做什么？那时候从来没想过，后来走过很多路，兜兜转转再回来，我们又走到了一起。现在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。 Joy said 不能不做音乐。有些事很简单，但可能要用一辈子才能搞明白。其实摇滚乐就是我们的乐园，热爱一件事，我们能想到的最好方法就是把它做纯粹做极致。摇滚乐里不光有酷，它还有情有义有生命。Joy Side 的时代过去了吗？不，我觉得 Joy Side 的时代又来了。